一霸气的车头，配上那个贡丸般的小灯，这个比例的好让人感觉怪怪。啊，你行这个比例怪怪，你搁用那个威士忌的标签吼，三支锤啊，然后三洋威士忌吼，大家一看三洋威士忌，好气啊！伊种啊，吼，伊的 mark 就是安尼打个U出来吼。伊到时阵讲啊，又没有盔卡的，盔卡又不能盔啊，无啊，都在造型，袂使改在日本的图面上面有诶无？可以改啦，怎么不可以改 ？DRG 变作 MBCU 的哪里讲，这都可以改，不是不可以改。我给你拢安尼讲，对不对？我给我得用不在场证明哦。什么叫不在场证明？我的麦克 S Man 2.0 的好阿妹，我改点名 Yamaha Arc EU 哈，2022年，唔是叫做 S Man， 那你就袂使搞我较卡早 S Man 的去比哦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在场证明哦。经典的东西不会随着历史而改变啊。第一名呢，没有意外，就是什么 My Just 125哈。